求你，今天黄耀辉没有来旁听哎。没来旁听怎样？那是他的自由啊。可是恩也没有来啊。我知道，我一直打电话给恩恩，可是他都没有接，留言也不回，我真的好担心他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哎。哎，不会啦，小敏，其实你是很担心恩恩的，虽然嘴巴都一直说不会、没事、不在乎，可是我知道你是很担心他的啊，对不对？我才不会。我现在用膝盖想也知道，恩现在一定在某间高级旅馆里面，跟他的某个男朋友在一起。黄耀辉今天也没来，搞不好啊，他现在跟郑汉恩在一起呢，谁知道？嘿，小敏，你真的很过分哎、欸！都什么时候你还讲这种话？你明明就知道他们两个不可能啊，为什么不承认？你明明就很担心，为什么还要死鸭子嘴硬啊？小敏，你打个电话给恩恩啦，你跟他道歉，他一定会搬回来的、啊。不可能啊！况你就算我想打，电话也不见得会通啊。你可以留言啊，你留言跟他道歉嘛。我不要。好，你不打，我打。喂，恩恩，我是文静，我们都好担心你哦，小米也很担心你，而且啊，他很想跟你道歉，真的。如果你听到留言，赶快打电话给我，就这样，拜拜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怎么会是把你心里的话讲出来？不行啊！每次都不接电话，又进语音信箱了啦。哎、欸，英伟，英伟，英伟，奇怪，我喊那么大声，他怎么可能听不到、啊？高英伟，高英伟，高英伟是怎样？耳聋啦、啊？文静叫你叫那么大声，你是没听见吗？干嘛？因为你今天怎么来？怎么怪怪的、啊？没有啊。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啊！没事摆这张臭脸，耍酷啊！好啊，既然你要我说，我就说啦、啊。范小敏，黄耀辉到底犯什么错啊？你非要这样整他不可，真的是女土匪、欸。我没有对他怎么样。耀辉他怎么啦？耀辉他怎么了？他现在整个人变得失魂落魄，课也不上，饭也不吃，连网咖也不去了。以前你都算是个废人，现在根本就变成植物人，一天比一天还要惨。范小敏，这些真的太过分了。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他，你就应该直接告诉他说你不喜欢他。我讲啊，要不然你是要怎样嘛？就算你讲了、啊，黄耀辉他人也不坏，你干嘛要跟他说什么？不跟他见面，不跟他讲话，就说你讨厌他，有必要这样吗？就算这样，你说我跟他的事啊，干你什么事啊？不关我的事，当然关我的事，就因为我们是朋友。我相信，今天如果是我发生这件事情，黄耀辉一定也会出来挺我。跟你讲那么多干嘛？反正你也从来没有用你的真心交过朋友吧。我要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，既然今天你跟他不是朋友，那我跟你也不是朋友，所以你们刚刚叫我，我才懒得理你们，懂吗？
喂，志明啊，嗯，好，好，好，拜拜。小敏，志明要来接我，那我要先走了。哦，拜拜。会不是？居然那个贱猫的英伟都开始理直气壮教训起我来了。难道我真的不懂怎么珍惜跟人家交朋友？不知道他们现在都在干嘛。担心你哦，小米也很担心你，而且啊，他很想跟你道歉，真的。如果你听到留言，赶快打电话给我，就这样，拜拜。是没有汇钱给我，所以我还是要一个人住在这边。一个人好寂寞，好可怕啊。好险有你陪我，
走。还早啊，都快11点了耶。对了妈，你有没有接到他奶奶电话？没有啊。既然你在等他的电话，你为什么不自己打电话给他呢？我给你打啊，没接了。好，我去上课。小敏，等一下，你姐说有家日本料理店不错，约我们晚上一块吃饭。过两天你姐就要到韩国去出差了，这一去啊，少说要1年半载的，以后要一块吃饭没有那么容易喽。怎么会啊？姐前两天跟我说她是明年才要去韩国的，怎么会那么突然？是她自己申请要去的。他们公司今年该去的那个同事啊，家里忽然有事情请假了，公司就要找人替补啊。嗯，可是姐干嘛那么想去韩国呢？韩国那么好吗？你姐姐有来问过我的意见，其实我也是一直鼓励她去的。最近在台湾发生这么多事情，其实她出去走走散散心也好啊。讲了这么多，你晚上到底有没有空啊？啊？哦，我有啊。好了，兰妈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上课了。拜拜。对了妈，你有没有约爸一起去啊？没有，你爸他那么忙，约他大概也没有空吧。如果你想约他的话，你就自己打电话给他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老板，拜拜，小心啊。喂，是我啊，爸。小敏啊。不好意思哦，这么早把你吵起来。哎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宝贝女儿打电话，爸爸开心都来不及呢。啊，说什么事？爸，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今天晚上啊，我跟妈还有姐，她一起出去吃饭，你还不一起来呀？今天晚上啊，大概不行哎。我今天晚上已经有约了。啊，有约会啊？哎呀，爸，你把那个约推掉，跟我们一起去吃饭啦。你知不知道姐她最近就要去韩国出差嘞，所以去又不知道多久才能回来。啊？她什么时候怎么那么突然说要去韩国出差啊？啊，没关系了，反正我过一阵子可能也会去一趟韩国，到时候我再去找她好了。啊，今天真的抱歉了，就你们自己去了，好不好？你也就这样。好了好了，那这次我们就自己去哦。那就这样了，再打电话哈。哦，上次你说你跟那个室友的事情怎么样？哎呀，那件事我自己会解决的。不过，你上次跟我说的东西，我有听进去了。那就这样咯，谢谢你啊。好吧，那就这样吧，啊，好，拜拜。说是要约我吃饭。哎，不行啊，我先答应你了，要带你出去吃饭的。没关系啦，你今天带我们去好了。我们改天再去吃就好了。没关系，我先答应你的，当然应该先带你去啊。在哪边？好，水户，就是那日本料理啊。嗯哼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我知道。妈，快点啊，车子来了。好了好了，车子来了，我现在不跟你说了，待会见喽哈。OK， 好。我们今天要去吃什么？之前你不是说想吃日本料理吗？
我知道有一家叫水户的东西还不错，蛮有名的，我已经定了位了。那家水户是很有名，可是人很多哎。怎么样？我们最好不要去那样的地方，万一被人家发现。这个你不用担心了，那边有包厢啊。走了，走了。好吧。小敏儿，你们有没有去找恩恩呢？有啦，好嘛，我们高兴吃饭，你干嘛提别人的事呢？而且我跟文静又一直打电话，一直留言啊。那你们是同学，在学校总会见到面的吧？他没去上课。没去上课？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他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哎，不会啦，他以前就常常翘课的啊。而且现在新闻媒体那么多，假如他真的发生什么事，我们怎么会不知道？你呀，就是这张嘴喜欢胡说八道。是。你知道吗？珍妮姐这几天也在台北。你怎么知道？没有啦，他又打电话给我，说是太久没有联络了。我们只是聊聊天而已。他还说要约我见面。其实老同学见面是没什么关系的，不过我知道，不该说的我是不会跟他说的。况且我如果要说，在第一次我跟你见面的时候，我就会跟他说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乱来的。欢迎这边请。欢迎光临，请问两位有定位吗？有，请问贵姓？范小倩。哦，你姓范，那你查一下，请稍等一下，目前应该到了。有的，请这边请，谢谢。塞车嘛，你稍等一下，麻烦帮你点餐。你知道吗？嗯。我们好久没有一起出来吃饭了。对啊。不是各吃各的，就是买回去吃。我知道，委屈你了。以后呢，我会尽量多带你出来吃饭，也会尽量让你少受一点委屈了，好不好？好啦，不要讲这个啦。你今天什么比较好吃啊？苏格亚克，这边的苏格亚克最有名了，到这不吃这个，嗨，简直白来了。小倩，你怎么知道这里的菜好吃啊？爸跟我讲的啊。爷，你去韩国以后就只剩我一个人了，哎。以后我有心事的时候，我要跟谁讲啊？那你天天没有给我啊，不然寄信给我也可以吗？那你要去多久啊？不一定啊，可能半年，可能一年吧，反正不会太久。等我把公司的事情处理好，还有我的心情好一点的时候，我就回来了。还有啊，其实台湾跟韩国不会离太远嘛，到时候你放假的时候你可以跟妈一起来看我啊。那你一定要记得带泡面，要不然啊，去韩国
只有吃泡菜跟烤肉，一定会腻的。傻瓜，泡面韩国到处都有，干嘛一定要从台湾带去？就是啊，可不可以先点菜？快饿死。哎，你们知道恩恩没有啊？怎么又提这件事啊？不要再讲了好不好？好啊，跟那个变态女黄耀辉呗。姐，这是什么东西比较好吃啊？这个，还是这个？小敏，你的男朋友叫黄耀辉，为什么我都不知道啊？我再讲最后一次哦，不是我男朋友啊，不是。点菜。点菜喽。这是什么东西好吃啊？寿喜烧，爸说啊，如果来这里不点这个的话，就等于白来了。我先去上一下洗手间。好，你知道地方吗？怎么回事啊？这么久都不来点餐，没办法，客人多嘛。我去叫他们。妈，我去了。没关系，我去，你们坐。爱云。爱云，这么巧啊，你也来这里吃饭？你也来吃饭啊？是啊。你跟谁来啊？没有，一个朋友。那你跟谁来吃饭啊？我跟我那两个女儿一块来的啊。你先生呢？他那么忙，哪里有空陪我们吃饭啊？你刚刚说跟个朋友吃饭，是跟男朋友吧？介绍认识一下嘛，我很想认识你男朋友哎。他不是我男朋友啦，他是我在加拿大工作时候的同事，他刚回国，所以我帮他接风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，那我就不方便打扰了。其实打招呼不算很打扰，只是我觉得实在没有这个必要。而且他中文不太好。没关系啊，那这样子咯，过两天我们联络出来吃个饭嘛。上一次吃饭就让你请客，我一直很过意不去的，都不好意思，给我个机会让我再请你啊。好啊，那我们电话联络。好啊，我还得去找服务生呢。那你忙好吧。 OK， 拜拜。拜。你怎么去那么久啊？我刚遇到甜甜姐，她带你女儿来这边吃饭，就在对面包厢。那她知不知道？你放心，她不知道你在这里，只要你不出去，应该没有问题。没关系，怎么会这么巧啊？来，我们吃我们的。这个饭店的生意挺好。哎，不好意思。对不起啊。早知道不应该叫你带我出来吃饭。没事没事，加点酱油，酱油。
不要，我要喝乌龙茶。喝看啦，好不好？说不定它很好喝啊。不要啦，我习惯喝乌龙茶啦。好啦，我们喝看，这是为了我啦。嗯，饮料只不过是解渴而已，你干嘛要喝新的嘞？万一新的难喝怎么办？不会啦，搞不好它很好喝啊，吼。好啦。哎，你知不知道你真的很烦啊？我只是喝个饮料，你干嘛那么啰嗦啊？啊，好啦，随便你啦。乌龙茶就喝乌龙茶。好啦，喝乌龙茶就喝乌龙茶了。小姐，我正被你打败嘞。早知道最后还是选乌龙茶的话，你当初干嘛那么鲁嘞？嗯。看我爸买什么回去啊？我有面包，要不要？没变嘞。志明，我真的很担心恩恩呢、欸，他都还没有搬回来，学校也没有去，电话也不接，留言也不回，我真的很怕他发生什么事情哎、欸。那个。小敏嘞，她还在生恩恩气啊。嗯，其实我觉得小敏根本就很在乎恩恩啊，可是她老爱盯着一副不在乎的样子，尤其是她那一张嘴，老爱说一些五四三的，我真的好担心恩恩哦。不会啦，我想她现在只在气头中，等她气消自己就回来了。不知道他有没有吃东西，他一定都把身上的钱都花完了，他都那么爱面子，我真的好担心他。其实没什么大不了，你不要那么紧张嘛，啊？哇，哎，十点了，我先送你回去了，啊。以后还是少出来吃饭好了。哎，别这么想，一切都是巧合，没事的。谁？阿姨，我珍珍。没关系，我来。阿姨啊，我们要走嘞。哦，你们要走啦？嗯。里面那个真的不是你男朋友啊？真的不是啦，如果是的话我早就把他介绍给你啦。说的也是，我要先走了啦，我女儿在楼上等我了。好，那我再打给你，我们在电话联络了，拜拜。拜拜。看我，好啦，你好，你说，嗯，拜拜。早上八点，自从上了大学以后，这个时间我本来应该都还在床上睡觉的。姐姐要去出差了，大家都来机场送她。爸爸来了，妈妈来了，文静也硬要带志明来，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。
虽然暂时离别有一点感伤，过其实姐姐在韩国也不赖啊，因为这样我以后就可以去韩国玩嘞，说不定啊还有机会会跟袁冰巧遇，和他共度一段异国恋情呢。嗯，今天就该来的人都来了，就是少了那个人。恩恩到底去哪里了？该不会也跑去韩国了吧？还干嘛？当然是去学校啊！啊，对哦。爸妈，那我要先去上课喽。啊，要不要我开车送你们去啊？哎，不用啦，你送妈就好了，我们坐公车就行了。你们两个好久没聊了。我们走吧。拜拜。拜拜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小心点啊。小心啊。嗯。走吧，我车停在那边。我自己走。还是我送你吧，别客气了。干嘛叫你姐夫啊？都是你啦，不会游泳学什么游泳课啊？学踢毽子跳绳不是很好吗？哎，又不是我选的，是恩恩哎，所以我是每次恩恩的。算了，睡觉真没用，走啦。好臭哦！哇，东西这么多，好臭啊！小敏，这里灰尘好多，会不会有老鼠啊？搞不好真的有啊！我最怕老鼠了耶！你就赶快找嘛！有找到就别走呀！干嘛又怎么样了？恩恩，你怎么会在这？你怎么没去学校？我不想去啊，我不想看到他们两个。为什么？我跟小敏吵架啦，所以我搬出来住。哦，搬出来住，那你现在有地方住吗？我有地方住啊，你不用为我担心。哦，那就好。哎，你是来领钱的吗？嗯。可是你没有领，而且我看到你存款余额是200块。
对对，我是没有钱啦，怎么样？我妈明天就会汇钱给我了。哦，那这些钱你先拿去用。不用了。没关系啦，反正是借你的。不用了，我妈明天就会从美国汇钱给我，明天就有钱了，不用了。那你明天拿了钱再还我就好了，先拿去用了。不用了，没关系呀。我真的觉得小明很笨，他笨到错过一个这么好又这么善良的男生。没想的那么好。其实我觉得小明应该还是蛮喜欢你的。真的吗？我最了解他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哦。只要你愿意待在他身边，我相信有一天他一定知道你的好的。嗯，我会的，谢谢。那我先走了。嗯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知道吗？我今天去领钱的时候，存款只剩200块了，还好有一个好心人借给我，要不然我就饿死了。真的住在这里？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边？我们是爆料三姐妹啊！姐妹当然知道姐妹住在哪吗？你记不记得我们曾经发过誓，要一辈子和平相处？互相照顾吗？神经病啊！人家不是刚出狱，过什么火啊？有火。
小敏，说好要一起去，你就自己跑去，怎么那么自私啊？我以为我们三姐妹就会因为这样分开。哎呦，哎呦，不要再哭了啦，爱哭鬼。文静，现在你去把行李放了，去买宵夜。怎么？怎么？我跑去哪里呢？我这样真的很担心你吗？让我知道，一个人这样很危险的。喂。整天都没看手机在干嘛？没有啊，随便逛逛。心情不好一点？还好啦。哎，你知道我今天遇到恩恩呢？遇到恩恩？哦，我就说嘛，哇，这人哦，一定有什么情愫。不一定哦，你跟他才是真正的有缘人。你放屁！哎，他搬出去了，他身上没有钱，我把皮夹800块都借他了，结果去领钱，发现我只剩300。哎，你是有钱是不是啊？看我动不动就把钱交给别人，该不会你想追恩恩吧？哎，你不要乱讲话哦，我的心里始终只有小敏，还是小敏，小敏已经离你远去了，而且啊，我觉得他根本就发自内心在讨厌你，我就不愿意全世界那么多女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好的。我的心情你不会懂的啦。嗯，他今天给我很大的鼓励，即使跟小敏做不成情人，我要一辈子守护着他，我要当他的好朋友，所以我决定了，明天帮我请假。请假？反正你都已经那么多天没来了，请不请假有什么差别？也对，那我出发咯。出发？你要去哪里啊？台中啊。你去台中干嘛？你在不在台南？哎，你同事又送到了。要不要我陪你去？不用了。哎，哇，我最喜欢吃大卤面了！哦，过来。小敏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刚回老回。他算我没有钱啊，硬是把披萨里所有钱都给我哎。哎，其实他人啊还真的不错呀。哎，好了啦，既然小敏不想提，就不要提了。哎，今天的气氛这么温馨，不如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？不要再玩游戏了吧？好啦，玩一下嘛，我们来玩刺激一点的真心话大冒险，好不好？怕了，不敢玩，还是说你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啊？怎么可能呢、啊？来啊，玩就玩嘛，谁怕谁？好啊，谁怕谁？好，既然要玩大冒险，那就真的很冒险哦。如果说谎的人明天就出车祸，嘿，你干嘛把事情搞那么严重啊？像等一下轮到我的时候，我就不能说谎。哎，本来就不能说谎啊！你是不是怕啦？怕了就说哦。好啊，玩就玩，别怕。好，等一下。哎，我也说一下。来，我们来猜拳，输的先说哦。剪刀石头布。是你就是你啊！干嘛？他明天出门不只是撞我，我又没有做什么亏心事，谁怕谁啊？好啊，那我继续问哦。文静啊，这个问题啊，我们从以前就问到现在，你跟志玲到底有没有？你说、啊，你干嘛脸红啊？有会死？明天小心车子哦。
好，我要问小敏。问就问啊，我成绩跟白纸一样，才不怕你问。你对黄耀辉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当然啊。对啦，就有人很勇敢哦，出门不怕车子的啦。是那又怎么样呢？请你只要多爱我一点，不想和你说再见。对啦，就有人很勇敢哦，出门不怕车子的啦。好嘛好嘛，我承认一点点喜欢，假的高兴。对嘛，这样说出心里话不是很好吗？怎么爱听呢？好，现在剩下恩恩，我来问。那天你跟黄耀辉在宾馆，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吗？废话，我没有人格保证，好不好？嘿，你问的什么烂问题啊？喂，我是帮你问的。好啦，那我再问一题。恩恩，你每次在看的那个照片是谁啊？是你的初恋男友吗？嗯。对啊，哎，可以了吧？我已经回答你两个问题了。那你跟他为什么分手啊？喂，不是说好一个人问一个问题吗？哎呦，都已经分手啦，讲什么关系呀？而且我们都好想知道哦。说了，说。其实我也不知道，他就这样消失了。我刚认识你三年了，他连个分手理由都没有给我，就这样消失了。啊，真的哦。嗯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后来我交了100多个男朋友，也没有办法平复第一个伤口。我好像问错问题了吼。哎，可是恩，我跟你说哦。一定不知道那男生去哪里，对不对？我知道，你知道。嗯，嘿，文静，你讲话要负责任呢，要不然明天出车祸的可是你哦。我真的知道啊，不信你们等一下。哼。你们看，是不是他？嗯。哇，还蛮帅的哎。嗯。怎么可能？真的是他哎！我没想到，我是真的误会他了。爸说的对，其实我是在乎他的。姐说的也对，要不要原谅黄耀辉，其实全靠我自己。恩恩说的更对，他其实真的是好人呢。嗯，怎么好像大家都对，只有我错？不过我真的好高兴恩恩搬回来住。其实友情并没有我想象中的脆弱嘛，只要真心想把握。友情是可以重新找回来的，可是爱情呢？爱情真的能够抓得回来吗？我还以为我们不能在一起，而且这次真的回来了。我要去找你吗？你还记得我吗？我去找你，我们还会有可能在一起吗？啊？你告诉我啊，该怎么办？却在你摔上电话之后。
是那又怎么样呢？难道你就可以利用我的舍不得，反复把我伤得透彻？我知道你是爱我的，但是那又忍你把爱情变成。